大家看一下好像还没有展示过的照片墙，要说明信片墙，在我的房间，然后这都是他送的卡片，真的是充满满满的爱。今天的午餐就是想把这个汤加热一下，然后之后我会另外再做一个芝麻拌面。突然很想吃的这个抹茶面是我掉出来，是我之前买的，在一家卖就是日式调味料还有抹茶的店去买的抹茶面，然后我想要试试看它会不会怪怪的这种拌面。试一下吧，我刚闻起来的抹茶味还挺重，很苦。哦，好像变绿耶，哦，绿绿的，只有股抹茶味，好酷。然后现在先来做一个麻酱。我们要的是芝麻酱，然后醋，然后酱油，还有麻油，最后就是盐和糖。然后我自己的话是特别喜欢加这个蒜蓉，如果有辣椒酱的话就加一下，但是我加辣椒酱用完了，所以就是这样，我们开始做吧。芝麻酱，通告餐，然后再准备小的汤。我要开灯啦！明白 ，OK。你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
有。Grandma, but I need to find them. And I also have questions. So you know about... What is this? Yes. What is this? What's this? It's a bag? Thank you.